感动，龙门大揭开。整场精彩的表演，然后我们也在这里期待明年的管乐节盛事，会看到这支亮丽的太阳神的女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刚表演完，已经在期待了，是已经在期待了，因为尤其是每一年我们集美女中啊，他们的这个超强的表演，都是让很多现场的朋友大家都非常的赞叹，而且非常的惊讶。哇，这些高中女生为什么持枪的这个抛枪的枪法是这么的准确，这么的这个流利，而且流畅。大家都是屏气凝神看着，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再次热烈掌声给集美女子高级中学。也谢谢我们的陈主任教官，还有我们那个杨会长。好，来，哇，这是我们第十支的表演团队哈，现在已经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第十一支要进场的队伍。让我们欢迎台北市立敦化国民中学管乐及旗队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今天呢，敦化国中的校长高敏慧高校长呢，也带领着我们学校的团队，还有我们家长会的会长吴雅慧吴会长，也跟我们许多的家长们来这里，欢迎我们的高校长，欢迎我们的吴会长，谢谢。好，跟我们整个敦化国中的后援团队特别的来到我们嘉义市，来参与这场团队盛事，也给我们敦化国中的孩子们加油打气。这是一支足球满心中国力的优秀队伍，他们要用雄壮的乐声、整齐的队伍，还有绚丽的队形变化，将乐曲、起舞、步伐，还有队形全。